2015年岁末，48位慈诚队志工分工合作，修缮马六甲慈济静思堂园区。紧握的是手，守护的是情，志工们相互关心。可能那个椅子不能放靠近一点，所以他也会紧张一点。还好在旁边哦。虽然我们是做，对，要注意安全哦。要将生锈的椅子恢复亮丽不简单，但靠微薄的人力也不够，还好有志工带家人来协助。就连来义诊中心看病的照顾户也弓着腰一同投入。维护心灵的家园，志工流下的汗水都值得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邓凯生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